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听。欢迎收看李听的精彩影片。一等先点 W， 然后可以 poke 对方跟退兵线，那可以抢二以后再进行一个击杀。这边如果对手先突进过来，你就先普攻再接 Q， 这样 Q 一定会有暴击伤害。被盯到了，先翻一个墙走。这边再翻一个墙 ，W 缓速一下，然后 Q 小兵走，哼，轻松回城。这边如果被墙开没有关系，先开 R 躲一下伤害，然后赵信冲过来以后，先 W 普攻重置 Q 以后，再接一个九头蛇就可以把它收走。这边凯尔的话，先用技能 Q 过去。然后打一些伤害以后，发现血量不够，所以再用一跳回来。遇到 gank， 这边先观察一下 W。普攻重置 Q 以后翻身，好，这边稍微走位一下，等一下技能，再一套连招双杀，送完消人头以后，先过墙以后，这边躲一下姜文的 EQ 闪现，然后插一个眼，看一下姜文的位置。这边 W 一下 ，W， 躲一下他 EQ， 普攻接 Q 再接九头蛇。这边打一套伤害，发现对手没有纸，先闪现。然后立刻一过墙，躲下技能。这边被勾到，稍微往后面拉一下，再翻一个墙。然后 W 收掉人头以后，稍微等一下，这边再过一个墙，躲掉那个纳蒂的 Q。这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嘿，这边来了。嘿，普攻 Q。这边等一下进场时机，先进草丛 ，WQR 秒掉以后，再看下一个目标。好，这边啊！秒人连招，看到人以后先普攻，再接 Q， 再九头蛇，再接一个普攻。影片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下赞跟分享。那图片是我的 FB 跟实况的账号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之后会再陆续更新影片。那我是李听，拜拜。